有什么好笑的？我害怕你兽性大发。为了我俩的身体，咱们还是分房睡吧。哎，别闹了，你不是身体虚弱吗？好好休息。哎，你有没有听到一些响声啊？没有。你仔细听，好像有东西在爬。是小白。小白是什么？之前家里养一些冷血爬行类的小可爱，但几天前跑丢了，一直都没找到。不会还在屋子里吧？